今天呢，我带大家看一台嘉外 KGC 的钢琴 Grand Piano。通常 KGC 呢，它会比较旧，但是呢，它有出新款的 KGC 呢，很多人不懂，所以今天带你们看这个 KG1M。它就是我们差不多要做好的 KG1N 啊。GAWAI KG1N Grand Piano 生产于一样是日本的阿巴苏，长为 163cm， 宽为 152cm， 高为 102cm， 重量达到310公斤，原装算它。GAWAI KG1N 的钢琴是一般家庭用的新型钢琴，音色音质偏柔和、细腻和圆滑。由于本身的长度原因，中高声区的音色相对的要亮了一些，键盘的力度也比较重，非常适合弹奏古典以及抒情一些的曲子。GAWAI的这款 Grand Piano 采用最先进的设计和技术，以高规格设计制造，钢琴键的支撑非常坚固，增加了稳定性。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结构方面，都让这款精美钢琴增添了另一层深度与美感。钢琴的框架使用更厚的硬木。GAWAI KG1N 系列的特点是低音柔、高音亮，是典型的 GAWAI 风格。高音清透，低音有沉而有弹性，穿透力和声音共鸣非常的好，是家用练习琴的选择。KG 系列是由更细力度的木材制成的，提供更卓越的声音传输。经典的黑色光泽表壳完美搭配一款外观漂亮的大钢琴，这款还包括一个完整的 Sustainable 踏板，可以满足高级演奏者的需求，同样也提供初学者更好的演奏体验。这台呢才20多岁到很新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 DM 我们。然后过后很少会有这种 KG1M 这种系列进来，会很长，不扯多要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